我咧為佢阿Slapchick， 即係第5病，大肚破嘢隻Slapchick 好麻煩㗎。咪叫咗你唔好入嚟㗎咯，會惹到你 B B㗎。所有過18歲嘅 patient 都要轉去成人科嘛。咁做對你有咩好處啊？你以為放咗入線出嚟，仲可以咩事都冇？台慶劇《星空下的仁義》今晚9點半翡翠台。